青梅，我们出发了，等等就要千岁，你们快回去忙。嗯，雨儿，好好护送恩人姑娘回乡，赶紧回来。雨哥哥，你放心，青梅会代替你照顾阿娘和族人。还有，族长说，咱们会往西北方前进，这一路。 青梅也会留下些只有雨哥哥知道的记号，等雨哥哥回来，就可以找到咱们。嗯，你们也要保重，再会。 不必学阿娘和青梅那样晃，叫我司空羽吧。司空羽，你看好，学下来，如此沿途才能帮忙。学什么？炼妖壶。阿奇。 司空羽，你看好，学下来，如此沿途才能帮忙。阿奇。 这是什么术法？记住了吗？还没吗？我已记住了。只是，这炼妖壶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何能有这种功用？炼妖壶。 曾是我华胥国的宝物之一，你国家的宝物，所以这又是你掉的东西。炼妖壶现在是属于阿奇的，他愿意让我使用炼妖壶的力量。既然你已记住炼妖壶的用法，那就出发吧。
我竟然没有察觉到，原来他对我这么亲近。看来他也并非恶人。虽然态度这么不近人情，不过他既然有这么强的力量，为何当初会被翟虎他们掳走呢？
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事要和小兄弟商量商量。<笑>那个人好像遇到了麻烦。他们挡着路，司空云，有别的路吗？你不打算研究那人？阿奇并没有求我，为什么我要？ 原来那时他说阿奇的事是真的，好吧，还不知那群人的能耐与纠葛，我贸然上前，也许会让沐月和阿奇卷入麻烦。到稍远处安置沐月和阿奇后，再回头看看情况。你们到底要不要带我去复岩？复岩？带啊，当然带，只是。 这个嘛，哎，旅途辛苦，咱们刚好走到这林子里，就走不动了，嘿嘿，需要多点备币为咱们提振士气呢。哦，出发前我已付了定金，也和你们谈定，到了之后会将尾款付清。现在，你们是想破坏约定？哼，做人不守信用。 梦中可是会被先祖责骂的。哎，我管你约不约定先不先祖啊！现在如果没有咱们带，你就到不了复岩。要是咱哥俩没拿到贝币，一时不爽抛下了你，晚上你在这林子成为猛兽的食物，到时你就真的得去见先祖了。<笑>是啊。 为了你自己好，小兄弟，还是乖乖把卑鄙交出来呗。如果吝惜卑鄙，那就别怪咱们丢下你喽。我不是你们的小兄弟，也并非吝惜卑鄙，而是不屑你们这种无耻行径。你说咱们无耻？无耻？无耻是啥意思啊？管他啥意思，听来就是在说咱们坏话。啥？ 竟敢骂咱们！可恶啊！本来只想多拿你一点卑鄙就放你一马，是不是？要咱们多送你点苦头吃啊！办得到的话，就来吧。复岩，你要去复岩？是啊，姑娘。 怎么回事？你认得此人？不认得。什么？姑娘想同路去复岩，在下举双手赞成。但首先必须从这些人口中问出复岩的位置，否则在下支付的贝币可就白白浪费了。原来是坐地起家的贼人吗？这些人又是谁？你的伙伴吗？ 可恨，我不管了，一起干掉！
要被毙还是要命，并说出傅岩在哪儿呢？饶命，饶命啊！自己知道路在哪儿，滚。多谢二位见义勇为，姑娘与兄弟也是要去傅岩吗？不是。是，我要去傅岩。我们要去商都探查你家乡的消息，不能在路上耽搁。不，我记得傅岩这个地方，我要去那儿看看。司空爷，若你怕耽搁，可以先回村，我自己一人前往无妨。我说过，这是我的任务，我不会中途放弃。如果你对傅岩有印象，或许那里比商都更能查探到你家乡的消息。那就去看看吧。看来你们商量好了。那好，既然我们目的地相同，不妨结伴同行，免得如方才恶人所说，成了猛兽的食物。在下凤玉，请问二位怎么称呼？沐月。沐月，好名字，与姑娘相得益彰。司空宇。这姓氏很是特殊啊。一般姓氏而已。你姓凤，是商族人。兄弟好眼力，在下世居商都，敢问司空兄弟是哪里人？果然是商人，如此还是别与他多有牵扯，以免把村子卷入纷争中。离此处不远的小村。小村竟如此大侠，定是不输商都的宝地。你不必这么奉承。司空兄弟也不必如此提防，你们拔棍相助是在下恩人，在下怎可能不利于你们，也无此必要。走吧。这商人说话好像在绕弯，总觉得无法信赖。
今日被那两个恶贼浪费了许多精力，你们应该也倦了。此处风景正美，适于扎营，不如咱们就在此处休息吧。这小东西吃饱睡，睡饱吃，真是无忧无虑的紧啊。还以为在商都见过的东西已经够多了，没想到天外有天。我听你们叫他阿奇，他到底是什么动物？我从前都没见过。阿奇原本是山猪。原本是山猪，什么意思？实际上，我也不知道阿奇为何会变成现在的模样。但他原先的确是山猪。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，阿奇这名字真是取得好极，连他背上这壶也很奇异，竟有那些功用。不知二位可否让与我呢？那也是阿奇的东西，他把壶当作自己的亲人，难不成你连小猪仔的亲人也想要？司空兄弟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若再强求，不就不近人情了？不然，是否能告知这壶你们是打哪儿买来？我也去买一个。炼妖壶是华胥国宝物，世间只有一尊。啊，华胥？你听过华胥？听过是听过，来自一则关于传说国度的故事。据说皇帝轩辕氏曾在梦中游华胥，华胥风景极美，人亦与常人不同。华胥人随遇而安，不懂得快乐、痛苦、愤怒、害怕是什么感觉，没有爱也没有恨，不恋生也不怕死。感觉跟沐月挺像的呀。据你所说，那不已是久远前的事。怎么，现在还有这个地方吗？那故事说的是一个传说之地，理应不在人间。那么，沐月的家乡，大概只是恰巧同名而已吧。也是，毕竟都是千年前的神秘国都了。不过，不管怎样，若世间真有此地，我真想去看看啊。你的家乡，你还记得当初怎么离开家乡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醒来就在那里。这样啊，还真是大海捞针呢。你只需陪我打探家乡消息即可，之后你想离开就离开，我一人无妨。我只是希望能知道一些信息，也许能从过去彝人的行进路线探查到你家乡的位置，并非急着回村。护送你回家是族长给我的任务，我必然会完成，不会中途而废。我先睡了。嗯，今夜由我守夜。司空兄弟，你和沐月姑娘看起来不像亲人，更不像夫妻，看你们如此生分，怎会一同旅行呢？你问这些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交朋友啊。
别这么警戒，看司空兄弟年纪仍轻，我教你一个道理。出外旅行，能走在一块儿也是难得，朋友不妨多多益善，相交天下。假如哪天需要帮忙，别人也能成为你的助力。这可是一个师父教我的道理。这凤羽虽然看起来嬉皮笑脸，但说的这些话倒也不失为一番道理。我和木月没有关系，只是族长要我送他回乡作为报恩。哦，所以你们现在正在寻找返回木月姑娘家乡的路。是的，咱们本来要往商都打听消息，但中途木月遇到你后就说要去复言了。难怪，早先听你们争执中说什么复言比商都更能查探到家乡的消息，我还以为是因为那个传闻呢。什么传闻？难道你没听过上古武器的事？曾为复言引来大水，最后由神人女娲出面将其禁锢封印的那把上古水神共工的武器。怎么会？木月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曾在复岩待过的旧时。旧时？哦，看来此行你们是访旧，而我访古，这么一来倒也契合。木叶姑娘，你的旧时是怎样的人？是亲戚或朋友？若是个好姑娘，可要请你要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不是姑娘，也不是亲友。这就奇了，不是亲友，那你特地去复言访旧是为了什么？我只是想去旧时待过的地方看看。我或许能理解木月姑娘，我也是一个人走过许多地方，有时难免感到寂寞。此时即使只是巧遇一位不熟的旧时，也总是特别兴奋，聊得宾主尽欢。或许吧。木叶姑娘，你一向话这么少吗？说起来，司空兄弟也不遑多让，其实你们很般配呢。我们不。我与司空羽只是旅伴，别另作他乡。嗯，我只是护送他回乡，报他救我们村庄之恩。哦，这么一说，我想起今日也见识到木月姑娘的术法，虽然看不出木月姑娘究竟师承何处，但确实厉害，改日也教教我吧。比我厉害的人多着。谁？难道是司空兄弟深藏不露？共工。共工？共工是炎帝后人，法力高强的水神，曾在复炎治过水。尽管河水泛滥不断，但他仍屡败屡试，筑堤蓄水，是个护佑苍生的英雄人物。木叶姑娘，你确定说的是共工？我所知的共工没有第二个人。好像跟我听到的共工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？是呢，木叶姑娘人善良，看到的共工自然也是善良的。共工便是共工，与我是否善良无关。你们听说的共工究竟是怎么样的？怎么样的？就是撞断天柱，然后……司空兄弟，你这样说故事怎么会好听？我听说的共工比较凶暴一点，
他觊觎颛顼帝之位，起兵反抗，最后输给了颛顼帝部将火神祝融，于是撞断天柱不周山寻死。共工死前对火神祝融怒掷武器，却失败了，那武器没入一座山中，据闻那座山就在富岩附近。共工这一寻死，让西北天际因失去不周山支撑而倾斜，星辰向西滑落，东南土地因震动而塌陷，河水向东奔流，且因天塌之故，天河之水落入人间，四处洪水泛滥。后来神人女娲因不忍人们受洪水之苦，于是炼五色石，将天上的洞补起，又折了神鳖四足，重新撑起天空四角，从此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。这就是我所知的共工与他的恶行。司空云，你听到的也是同样的故事？差不多。我累了。难道这故事说得不好听？睡吧。大家昨晚睡得好吗？我呢，说好也不是，不好也不是，我做了个梦。梦？梦到朝思暮想的男人。别想错了，那个人是有才之人，虽然只出现在我梦中，我也没看到他的脸，只听到他的名，但我就是知道那个人能协助我完成理想。理想？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？是，族长曾说商人正值内忧外患，没想到这样的风雨也会担心国事。若是这个理想，我也认同。那我们算是志同道合呢。天下太平吗？木野姑娘，你也认同我的理想吗？走吧。司空兄弟都会和我搭理几句了，木月姑娘怎么还是这么冷淡啊？出发。司空兄弟，怎么连你也……难道真是昨夜的故事说得太差？看来我该检讨检讨了。